小姐，小姐，成熟小姐，请说。收，可是收了，他会不会觉得我要跟他在一起啊？不收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很自以为啊？收，不收，哎呦，到底怎么办呢、啊？小姐，小姐，快决定吧。一定是阿瑶，哇，他真的好爱你，哈哈，啊，讨厌了。小姐，你先帮我。谢谢。你是不是看错人？拜托，老娘从来没有收过花。这一定是整人节目。花是，要不然就是那个花店的小姐的。花店小姐，这个哈，头发表演的吗？我就知道，全世界一定对我最好最好的。那就是。下了。
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没有，情人节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